天使信息，关于计划你来年的经历。传导阿尔伯斯。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非常的爱你们，我们喜欢你们的庆祝活动，我们喜欢你的期待到新的一年反省旧的。即使我们生活在永恒的现在，但在你的除夕之夜，整个地球都会停下来辞旧迎新。每年只有那么一刻，您会怀着对未来的集体希望和期待而专注。这是人类集体创造的强大时刻。当然，你们每个人都随时可以使用这种力量，然而，有时你们星球上神圣之爱的震动，会让你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并预先规划好你的未来。因此，对于那些敏感的人，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敏感的、敏锐的，请在这个新年前夜，感受你们世界的快乐和期待。在地球上，任何地方的午夜钟声敲响后，静坐片刻，要求感受爱和兴奋的波浪在人心中荡漾。感觉真的很棒，你应该感觉良好。我们感觉到这些波浪在我们身上荡漾，我们立即放大每一个爱的震动。请不要回头看那些让你不高兴的事情，请回顾您的成功，无论大小，回头看看你是如何选择爱与光的。很多次你可能都不记得了。回顾过去，请记住你是如何坚持并变得更强大的。看看你是多么在乎被爱、被光和成为你自己思想的主人。无论您是否实现了目标，您都尝试过，你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爱你们的星球上有一句谚语，进步而不是完美。你们每个人，我们认识你们每个人，在对圣爱的理解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步。你们每个人都对你们星球的未来很重要，你们每个人都在帮助为更光明、更美好的未来铺平道路。来年将有许多成功和挑战。现在，许多人正在发现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一切。要塞满你的感情，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没有与自己的感情和解的人，就像水开石，在院子里飞来飞去的软管。忘记你的梦想，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你带着美妙的期待专注于他们时，你会感到光荣；当你怀疑他们时，你的感觉恰恰相反。亲爱的人们，放松自己。你们都在学习爱自己和接受自己，你越能做到这一点，你的世界就会变得越亲切和温柔。有成长的烦恼。当你难以接受自我时，你往往会要求其他人接受你。相反，下定决心今年你会友善、温柔、充满爱心的接受自己，无论其他人接受或不接受。下定决心生活和让生活做你自己，让别人做出自己的选择。让今年成为让自己从取悦他人，让他们理解你，甚至同意你的负担中解放出来的一年。让今年成为你自己的一年，与自己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这几年，你们都变了。你已经成倍成长，因此，人类也是如此。我们非常兴奋地看到你们地球的未来。我们看到人类走到一起，意识到差异是注定的，他们激发创造力，良好的对话和思想的扩展。我们看到年轻人带着关于如何清理环境和治愈身体的宏伟想法而来。我们看到公司越来越意识到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我们看到许多不想改变的人离开地球去寻求他们此生再也找不到的扩张。
我们看到具有新鲜、热切观点的灵魂诞生了。你们的新闻媒体只报道你们星球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一小部分。来年，寻找好消息，相信好消息。当你调频到爱的震动时，你所得到的保护是最大的。在圣爱中，你感知到你的指引。在爱与光中，您可以快速应对潜在问题。在爱与光中，你的挑战很快就会解决。你不必对爱的震动保持警惕，因为你可以相信自己的感觉。亲爱的人们，今年要爱自己，接受你们的本来面目，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我们会的，我们爱你们超出你们的理解能力，因为你们是勇敢的灵魂，将你们的世界变成一个更善良、更和谐的地方。世界可能还没有出现，但你们的世界可以存在。新年快乐，你的幸福年，爱你的幸福年。快乐的一年，互相宽容，并接受自己是完美的，甚至当你扩展到更多的时候，上帝保佑你。我们非常爱你，天使。谢谢收听，感恩祝福。